一觉睡醒了。一觉睡醒呢，我是怎么说呢？因为我这卡车又出毛病了，空调不能使了。但是呢，我修好了，哈哈，不怕不怕了。我后来发现就是我怠速不够，因为我的怠速太低了。即使我是怠速那样的，我一脚油门轰到1500转的时候呢，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已经收到了我公司的非常好的消息，说我明天就有货拉回去了啊。那有货拉回去了，那干嘛现在？因为明天咱们走，今天 reset logbook 了，所以说呢，我现在干嘛？我们现在去洗澡啊，洗个舒舒服服的澡，然后就准备咱们凌晨走，这样的话不会赶 traffic，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那你看这上面就写了 coolant level low， 所以说其实我们 coolant level 都不 low 啊，就是那个 sensor 坏了。我们现在干嘛呢？就把这 sensor 换了下。哎，本来说要去洗澡的，但是现在必须要先换它再去洗澡了，因为它一次两次的老给我整这事儿呢，因为我不知道真是假。因为什么？它给简单介绍，这就是那个 sensor 啊，因为我之前买了，我一直懒得换。那 sensor 这个 sensor 其实很简单，你刚才看一下，我因为单手操作，那就是说，哎呀，就是说当你朝上面的时候，你看到没？这个水的浮力把它喷往起一浮就可以了，你这水的浮力往起一浮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个东西，多少钱？$50。啊，$50，就这么简单的东西，$50。因为咱们现在那个水位高嘛，你要往下一拔，是不是水位就往出漏？那所以你先得把水放点。那具体怎么操作，咱我不废话了，直接第一视角给大家秀啊，给大家换，大家看就行了。那开始第一步啊，第一步我们先要让它水位下来。那水位下来，我们是不是需要找根管放着，把这个水引到这个罐子里？那怎么引呢？大家这是个严冬季啊，我这里面已经装满水了，怎么样确定装满水没？我往下一掉，你看到没？连冬季这水就上来了，看到漏出来了。对，那我们紧接着下来怎么弄啊？连冬季的原理大家都学会了啊，但是我不说了，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嘛，对不对？你光说哎我也会，那怎么整啊？那咱先一步一步来啊，跟着我走啊，对不对？这边不是先放下来，对不对？也先不管它，差不多就行了，就先把一边放进去，插进去之后了，对不对？你先插进去，别插得深点。然后这边呢，你看这不是高了吗？往下一放，看着就流进去了。这时候呢，你需要做的就是说，你稍微管低点就行，只要这水不是很烫就行，把这个插进去，因为咱们已经插的绝对够低了嘛，因为这个水很热的，小心别烫着自己啊！哎，把那个水流出来点就行了。来，现在是慢慢往出流啊。貌似我流了整整一桶了，看着没？还不行啊！哎呀，好好，流了一桶不行，咱们就接第二桶啊。哎，这个水很烫的。那你说第二桶这水在哪儿走？水就用咱是纯水啊。你不说一边这边这样一间的，你怎么往进倒啊？用嘴吸啊，用嘴吸的时候，大家稍微涮了涮就行了啊。哎，没事了，就这了。然后呢，紧接着把该准备的准备好。哇，相当苦啊。好了，继续再装第二瓶，还是一样，把这头往高举啊，别举太高了，我估计是要失误，哎，还行，把这头插进去，难，失败了吧，对不对？同样都是失败了，为啥失败？再来一遍，不解释了啊，大家看就行了。一解释，貌似啊，谁都不行。我哪头是塞里头的，哪头是啥的也忘记了。这是什么情况？这么困难吗？
那你看第一次成功了，这不是越搞我了。我想想啊，让它流的瞬间，我们先不着急接这壳子，让它瞬间往出流就行。这边低，这边高，这样子往出一流，流不出来吗？哪里有问题？这回知道怎么玩了。这时候我堵这边，我手堵上了，奶奶个腿儿了。那学会了吧？一般人不，一现在可以了，就是用手堵着一头，往把那头再塞。同样了，现在知道了什么？就告诉你实践和检验了。哎，对，大家都说那时候怎么样去检验，怎么样去做实践，学会了吗？哎，就这样子，一些小技巧其实就告诉你，知道吧？告诉你的时候你会弄，你不告诉你永远成不了功。小技巧学会了吗？啊，我在那儿修车，这哥们就到，没告我一声。遇到这种情况，我要跟他说了，我要跟他说，你看着没？我在这儿工作，你妈我开着门了，你到，你告我一声，对不对？他妈安全第一，你他妈要往死里整我呀！Hey bro, next time when you somebody walking over there, don't be shy, give me a hug.Because, you know, I just almost jumped off to the, you know, tail. Yeah, I know, but you watch me, but I do not know, right? Yeah, but whenever I jump out, because, you know, that just give a hug, let me save my life, right? I know, next time, don't be shy, give me a hug. I make me scared, bro. 那现在呢，下回他妈了，下次我他妈玩就把这门打开。打开大大的嘛，给自己一个安全空间。好了，接下来修理这个事情呢，大家要看了啊，不知道的一定要看清楚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我要给大家告诉大家怎么拆这个东西的。这个如果说大家要不懂的话呢，就一定要看啊。那这个呢，就是我安上去的啊，知道吧？你说这个东西怎么拆啊？一开始你根本搞不会的，所以说呢，刚哥教你几个坎儿。首先呢，第一个坎呢就这样子啊，看往出一推的推不过去的，你要什么什么？首先用手，你看到这里吗？这里它有个坎，你要用这个用个小工具的把它往下推，就这里一个坎，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看到没？这里有个坎，我可以掰动它，看到没？一掰是不是又掰下来了？好，我掰下来的时候往外推，看到没有？掰下来往外推过第一坎，知道了吧？而这时候呢，会有第二卡卡住，第二卡在这个地方，看到这里一个小卡，所以你要用捏这里呢，往出拽，把第二卡过了，过第二，你看这第二卡过完了，第二卡过完之后呢，是第三个卡，你还是刚才那个卡，就是还要往出拔，它要过两个卡，所以说这时候呢，你再来这里面，把这卡拿住往外拽，知道吧？一夹，这样往出拽出来了。那如果说你要不知道这卡口，那好，咱们俩给你大家看一下，聪明的人看一眼，我只能说给大家给聪明的人演示了，看一眼就会了啊。先把这个放在这里，然后呢，这时候往下拉可以拉，拉不也不行啊。你看这里嘛，往下按，这个地方呢往下按，它这卡口呢就出来了。哎，你看到吗？所以说你看这里啊，这个卡口呢是一个三角的，你这往这一下，往这一按，它有个小洞的，看到吧？往下一按，它就往出拔了，拔之后呢，这不是往上拆吗？往上拆，这时候呢，它就是这时候它这卡口是这样卡的，先过第一个卡，看这不卡住了，你把它按下来，喷跳过去这样子了，然后你再过第二卡，要把它按下来，喷过第二卡，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卡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说这个它就会卡成这样子，明白了？所以你要把它推回去，怎么原位？先把这个卡第一个卡过了，你要把第一卡过去，就像我那样按下去过第一卡，然后再，哎呀我操，我都戴手套了。它原来规则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你要过了第一个坎，知道吧？过第一卡就是什么样子？从这边往下摁，对不对？往下扣，你找一个小工具，然后摁了下之后呢，啪，它就会变成第二卡，对不对？那第二卡之后怎么推呢？
但因为它这样子降出去，然后再按一下，再然后这时候呢，这上面的卡，这个小卡，看到没？这个小卡卡住了，所以你要往这搬，搬到这个时候呢，再按第二卡，这样全部出来了，就这样子了。好了，紧接最后一步，这个往下一拧就行了，就这种口的，往上一拧一拔，水流出来不管它，先把这个放上去，赶快点就行了，对不对？往出一拧，往回往进一塞，这个塞呢也有是正反的啊，就是永远要靠下面，因为那个东西要往上浮嘛，对不对？好了，就这样子。然后呢，紧接着干嘛？紧接着把它往上一拧。哎，你说这不用放水啊？不用放水也行。你到时候不是你不放水，咔咔就往那搅你呗。太多水太是啥了？那，哎，那拧不动了，是不是就可以了呢？也不是可以啊。你要换一个，那其实咱们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坏没坏，就是这个东西它浮不起来了，不管它了。Everything okay, bro?Yeah, next time, don't be shy, give a honk, right? If I suddenly just jumped out and you roll him over, right? Useless, right? Yeah, I know, but I didn't see you. Yeah, even it's real slow, but when I jumped out, that's go terrible. Hey, enjoy our day. Everything's good, everything good. Hey, what are you doing? What's wrong? My water level sensor is not broken. Yeah, so I just fixed it.Shop. Yeah? Turbo 13,000. Hey, they took it in three times to fix it. For what? Air conditioning? Same thing. Three times. 13,000, 8,000, 5,000.I'm gonna sue your ass now. OK, 那现在我给大家，这哥们花了8000块钱，第一次花了8000块钱，第二次花了5000块钱，说车有毛病，修没修好，具体哪有毛病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啥。所以有时候你 owner operator 就得自己修。You know what? Learn mechanic, fix by yourself. OK, talk to you later. OK. 那就这样子了。那这个其实呢，用手拧，用手部的力量拧紧就可以了。但是我用手部力量拧紧之后呢，我不说了。你要戴上手套啊，哎，行了，差不多了。怎么摘的？怎么装回去？对吧？刚才都演示过了。那这往回装的就是这样子，往上一刻它卡壳的。好，这一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啊，对不对？往回卡槽嘛。那你看你是不是会塞不进去？不要硬塞啊，对不对？我们怎么太推进来的就怎么推回去嘛，对不对？先把第一个口卡按下去。哎，好，进去了。然后第二口是在这里。好，这时候呢，我们再管第三口。第三口呢是最难的，我们推进去就可以了。这现在知道"工欲行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意思了吧？那我现在需要找一个小的一字螺丝刀了。这个有点太大啊。这个有点太大，我去找个小螺丝刀，马上回来。小螺丝刀没找着，我们找着一个钉子，差不多能应该可以塞进去。哎，可以了，那是不是搞定了？那你看到没？其他好多地方的 sensor 都是这种口的，对不对？如果你不知道，是不是就费死牛劲也拆不开呀？这个东西到底坏没坏呢？我八成估计它没坏，让它休息休息吧。等那个坏的时候，这个再往上下按，所有的配件收拾工具，然后呢，最后一步啊。把水灌回去，把这东西先放这里，钉子别乱放，他妈待会儿又扎了。哎，放这里，走上去。这些地方都不能，它是 no step 啊，不能放重东西的。哎呀，我操，上两下下两下，哥们头有点晕了，眼有点花了，黑了。啊，操，哈了瘦，为啥戴手套？因为水太骚了，操。无踏为手术耳。哎呦我操 ,fuck off 啊。汗滴禾下土已经滴到我的眼睛里了。哎，小伙伴不要惊叹，你说哎之前水少怎么。把水滴溜进来，滴溜出去，水温还变高了呢。因为其他地方没有循环起来啊。这个先放在这里。
把盖拧上，着一下火，去看看成果。这儿拧齐了，这儿拧齐，要看看它漏不漏水了嘛，对不对？先不管别的，先把火打起来，看看它牛逼没牛逼。行了，看看那水箱那边温度没，这刚好达到 cold minimum， 一循环一运转，搞定了。好，收工，兄弟们，看看漏不漏。哎，肯定不会漏，漏我也没辙。明天看漏不漏。那刚才干嘛去了啊？刚才去给咱家修那水箱的那个水温那个 water level sensor， 就是水位探测器。水位探测器呢坏掉了，很简单一个东西。如果大家想看我的怎么换的啊，就找我那个，在我那个修理卡车啊，在那个在 truck repair 里面找吧。好吧，那今天呢，你看修理完了，我这开电池没电了，我现在赶快洗个澡，洗个澡就准备准备了。今天估计就这样结束了吧，我也不知道，看吧，一修车我就兴奋，你知道吧，现在是浑身汗啊，洗个热水澡贼鸡巴爽，热水澡要凉水澡，热水凉水一起洗澡。看不着我小眼神是不是觉得有点别扭啊？哎呀我操，毛巾已经让我牵擦不湿了啊。好，就这样。哇，太阳晃的眼晃的相当厉害，一睁眼。关注我，8月13号，就这样结束吧。